这是多年前刘亦菲和江一燕出席一场活动时的合影。那时的神仙姐姐留着一头短发，两人肤色一黑一白，形成巨大反差，但都有着一双大长腿。刘亦菲就读于北电2002级，15岁时进入大学，她是班上最小的学生。她与罗晋、江一燕、朱亚文等人都是同班同学，可以说是明星班了。自从出道以来，由于不可复制的美貌和超凡脱俗的气质，刘亦菲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。